情歌王子苏永康暌违四年再次来台举办演唱会，不少艺人也透过影片送上祝福。但苏永康被问到好友许志安的感情时，却撇嘴装不熟。这个我跟他其实没有很熟，他们曝光的事情我还是看报纸才看到的，所以大家别以为我们感情很好。而苏永康对于再次来台开唱也感到很兴奋，非常重视这次的个人演唱会。个人演唱会的话，其实这一次是我非常重视的，而且又是回到 TICC 一个我最喜欢的场地。因为怎么说呢，因为我很喜欢跟观众近距离的接触，上一次也是大家如果说记得的话，我会常走进人群当中唱歌。那为什么不选小巨蛋呢？因为我没有办法走下去。苏永康经历去年的多场表演之后，台风越来越稳重，也祝福他的演唱会能够票房长红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